大家看一下，我摸这个耳朵，你看，这边耳朵我摸就没什么问题，这边耳朵一摸，它就会头往这边偏着，看，我一拿起来它就，哇，一股恶臭，哎呀，你看，全部都化脓了，好臭的，想都不用想的，这个耳朵里面受伤肯定是和其他狗打架的，就是因为找女朋友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应该算是中耳炎，如果这个情况再继续恶化下去的话，这个只金毛就会和我相隔两地啊，那肯定不行了。我在这里面创业这么久，就一直是金毛陪着我，说实话它就是我人生中的伴侣一样。哇，你看这全部都是牛脓，这很臭的，翻开一股臭味，很难闻的。大家看，这全部都是伤口啊，这是和狗打架的痕迹啊。没事去找女朋友，找啊！这全部都是脓液，这种白色、黄色的。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耳朵这毛剪一下，全部都是脏东西。你看，它根本就不让我那个了。你看。别动，哎呀，这味道，哇，这味道太难闻了，哎，一股恶臭。是有多痛，都要讲起来。双氧水啊，等一会儿灌进去。开始了，双氧水啊，双氧水倒进去那个。我消毒。消毒。消毒。这有多感人，我就体会过的，我用过的。今天不敢明天狗吗？这个没灌。这个杀菌，抹切不得的。这狗槟榔干啊！别动！这有多痛？以前我就用过的。不敢告诉。不告诉。别动！别生命危险，他不敢告诉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农业就少了很多了啊，还是不够彻底，得再倒一点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一个伤口看到没有？然后这里一个伤口，看这个伤口多深。然后这边，这又是一个伤口，然后耳朵上面，这里一个伤口，这里一个伤口，然后这里好多伤口，全部都是被狗咬的。大家可能闻不到这一块区域一股恶臭味，然后我们身上啊也是一股恶臭味，太难闻了。刚刚我们出动三个小伙才把它控制住，好在它耳朵里面的脓液已经全部清洗出来了。我刚刚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它的伤口越发现越多，六个伤口，就耳朵那一块，然后这里一个伤口，然后这一个伤口，然后这里一个伤口，然后脚上又是一个伤口。我有时候在想，要不要把这只公狗阉了，它就不会到处乱跑了。